2岁小女孩却有足足80斤。因为胖，她没办法行走，上幼儿园都困难。因为胖，家里烦恼不断，事件频发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出这不可思议的肥胖？小小胖丫今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办？健康之路，家有胖娃娃，敬请收看。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健康之路节目。今天我要跟您讲一个减肥的故事。哎，这个听着挺普通哈，一点都不普通。因为我讲的这个减肥的主人公是个只有2岁的小姑娘，而且她的肥胖让见过她的所有人瞠目结舌。2010年3月，山西省运城市陶村镇的东纽村因为一个小姑娘而远近闻名。这个非同一般的小姑娘名叫樊思佳，也被亲昵的称为胖丫。胖丫现在才2岁3个月，但体重却已经达到了83斤。胖丫每天能吃3个大馒头，除此之外还总是不间断地吃零食。胖丫旺盛的食欲和庞大的体格让村里村外的人都很好奇，经常议论纷纷。对此，胖丫的父亲十分的窝火。就现在我儿子一看见孩子这么胖，他就烦；一看见孩子老，就说叫你干啥嘞？叫你干啥嘞？就是这样，老是说孩子。孩子爸爸的埋怨让胖丫的妈妈张春咪很不服气。在她看来，女儿虽然好吃胖点，但身体健康也蛮可爱。再说了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，孩子胖说明孩子胃口好，不挑食。胖丫从小到大几乎没生什么病，现在身高也都101厘米了。尽管是胖了点，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怎么看怎么都是好看，就是觉得我这孩子是天下最好看的姑娘，就脸圆圆的，嘴巴小小的，鼻子也小小的。她这么胖嘛，就说送她去举重，当举重运动员，以后肯定有出息。胖丫是张春咪眼里的宝，可她心里也承认，现在以83斤的胖丫的确给这个家里带来了很多不方便。孩子日常的穿衣、洗澡等都得2个人一起做，婆婆一个人根本抱不动这个胖丫头。于是张春咪干脆辞去了工作，在家和婆婆一起看孩子。张春咪认为这些都是暂时的，等胖丫上了幼儿园，不那么总惦记吃东西，一切就都好了。2010年3月10日，张春咪和婆婆试着联系了几家离家较近的幼儿园，然而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他这么胖，就说学校不要他，人家园长说，我100多个孩子都是健康正常的，你这孩子不正常。幼儿园的老师竟说胖丫不正常，这话如当头一棒，让张春咪有点发懵。女儿虽说胖点，但她能吃能睡，会走路，还能辨识颜色和形状，怎么就不正常了呢？张春咪认为必须去为孩子争取这应有的机会。几经周折，她终于联系上了运城市空港毓秀幼儿园。园长表示可以先让胖丫来园里试读几天，看看孩子能否适应这种集体生活。当张春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一起去幼儿园的胖丫时，孩子特别兴奋。我第一次带他幼儿园，上幼儿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说你愿意上吗？他说愿意。我说你害怕不害怕？他说不怕。一到幼儿园，张春咪发现胖丫在这群同龄小孩子中简直是太打眼了，因为才2岁的她比5岁的孩子都高和胖。幼儿园里欢快的气氛让小胖丫有点目不暇接。张春咪欣喜地发现女儿很喜欢这里，
他主动去做木马，还想和小朋友一起做游戏，尤其是那个颜色鲜艳的滑梯，让胖丫跃跃欲试的想要上去。张春咪也希望雨儿能很快的融入这种集体生活，但他发现孩子的脚却怎么都迈不上滑梯的台阶。他自己因为体重呢，他这个两臂呢没办法支撑自己的体重啊，所以说呢，不管是在弯腰、爬行、攀爬这些动作上，大动作他没办法发展，没办法自理。张春咪想起女儿没上过台阶，赶紧上前帮忙。83斤的体重全靠她一个人支撑，累得张春咪满头大汗。胖丫也吓得惊慌失措，旁边的小朋友目睹了这一幕后，对新来的胖丫都有些怕了。孩子都不愿意和他玩，就很明显的，你说和胖丫拉拉手握个手吧，都不愿意和胖丫拉拉手握握手，说为什么？他太胖了，好的话话都走开了，都不愿意和他玩。我觉得我这真的心里好难受，这不是一种滋味。胖丫第一天的表现让张春咪很焦急，她希望女儿能在几天之内有所进步，也好放心的留在幼儿园。和胖丫一起玩耍的都是幼儿园里2到3岁的孩子，张春咪发现其他孩子游戏的快乐对于胖丫来说竟成了巨大的挑战。在妈妈和园长的帮助下，胖丫终于爬上了滑梯，可没想到好不容易上去了，下来却又成了难题。这边直直的坐，哎，试一下，思思啊，你试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你坐下，妈妈来。来，试着坐下来。哇塞！哎呀，哎呀！终于在妈妈和园长的扶助下，胖丫艰难地滑了下来。此刻细心的张春咪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不开心了，没有小朋友愿意和她一起玩，她经常孤零零一个人待着，孩子孤独无助让张春咪心痛如刀绞。她说怕，我说小朋友说不说你，他说说你，我说说你什么，他说胖。我觉得孩子好可怜好孤独，要是他再这样，他要是再这样没人和他玩怎么办？他现在他自己走路他自己都走不好，他你像他有时候看着他自己走着走着自己就绊倒了，他起不来，老是扶不动，学校不要他，就连我自己我也不，现在我也不愿意送他去。这一次不用老师说，张春咪主动放弃了送女儿去幼儿园的计划。孩子这样老师照顾不了，小朋友也都歧视，她不愿意孩子小小年纪就心灵受伤。但这件事情让张春咪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她突然意识到女儿的胖竟然已经严重影响到孩子的正常生活了。难道是一直以来的喂养观念有错误吗？他要吃什么我就给他吃什么。我小的很小的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哎呀能吃点好吗，就是一哭就让他吃，一哭就让他吃，根本没想到现在能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话，我要是知道他现在能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话，肯定长了，我肯定小的时候不让他吃。张春咪和婆婆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全家人太溺爱这个孩子了，也都觉得能吃是福，所以从来都是鼓励孩子多吃的。但是现在胖丫对吃的东西喜爱简直超过了一切，张春咪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了。他见什么他都要，你说不给他，他自己躺地上，他见吃的他就拉，你说不能吃不能吃，他不行，他就自己就塞嘴里了。我们现在尽量护着他，为啥就把他吃的好，先把他收起来放在包里面，不让他看见，尽量让他吃点水果，橡胶啊菠萝啊这个尽量让他吃水果。张春咪决定从控制孩子的饮食着手，强制让胖丫减肥。他把所有的零食都没收了，每天只允许孩子吃3顿饭。可是才试验了半天，胖丫就受不了了，孩子哭闹躺地上打滚。你不给他吃咋在地上捡着吃？我让他只看见一颗小馒头饼干他要捡，他就掉到地上一个方便面一个渣，
他都会捡起来吃掉。给他买一件新玩具，他玩够了，他马上就把它扔掉了。但是让他吃掉，他舍不得扔。两岁多的胖丫可以舍弃玩具，但他却离不开吃的，只要得不到满足，就会哭得声嘶力竭。爸爸樊瑞晓常常忍不住给孩子找吃的，为此和张春咪总是发生争吵。他爸爸也是心疼孩子，就是见不得孩子哭，孩子哭他就心疼了嘛。我不给他，爸爸就给。我也想给他吃，他太胖了嘛，一直胖下去该怎么办呢？但是我这孩子特别喜欢他爸爸，因为啥呢？他爸爸不是抱得动他吗？他上了，他愿意上了，他爸爸抱抱，爸爸抱抱，爸爸怎么抱抱就走了。胖丫吃饱了，终于安静地睡着了。女儿响亮的鼾声和胖胖的脸蛋儿，让张春咪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女儿的胖一天不解决，她就无法安心地睡觉，因为女儿的胖已经威胁到她的健康了。她的血压和血脂都高，心脏的负担也重，孩子走路吃力，做不了运动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婆婆告诉她，随着越长越胖，孩子的腿也开始痛了。我特别就是特别担心的就是她一直叫唤，她的腿疼的，她说我腿疼的，我腿疼的，这下我们家里全部都慌起来，更慌起来了。我现在就最担心的就是下个月子要是再长3斤4斤，很可能不会走路。这个晚上，张春咪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她拿出胖丫的照片，仔细地看着。刚生出来的胖丫是8斤2两，一周岁的胖丫是23斤，而两周岁时，胖丫忽然就达到了80多斤。这12个月里，竟然长了60斤。张春咪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，而且胖丫对食物的依赖已接近一种病态。女儿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越想越怕的张春咪推醒丈夫赶紧商量给孩子治病的事情，谁知夫妻俩为此又大吵了一架。现在孩子胖了，老是越着我说，那时候让你打掉你不打。我要个孩子还成我错了，我给他生个孩子还成我错了。听到丈夫居然抱怨不该生出这个有病的孩子，张春咪是既生气又伤心，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。然而让她更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下午，丈夫樊瑞晓竟然离家出走了。他爸爸刚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，我给他发视频他不接，我给他发就是语音他也不接。丈夫突然不告而别，张春咪一下懵了，难道丈夫是因为不想承担责任而走的吗？张春咪怎么都想不明白，原来对孩子疼爱有加的丈夫怎么变成这样了。眼下孩子遇到了问题，正是需要夫妻俩共同面对一起解决的，但丈夫竟然离家出走，张春咪是越想越伤心。我觉得他挺不负责任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心里都挺难过的，心里都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就是丈夫的离家出走让张春咪对这个家的未来感到十分茫然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对待这个还在不断长胖的宝贝女孩。然而这时胖丫的表现却让张春咪既意外又感动，胖丫似乎知道爸爸是因为自己走的，妈妈为此很伤心，所以最近她明显变得懂事乖巧了。以往在外面走得累了，胖丫都让妈妈背着走，但是这一次两岁的她似乎已经懂得心疼妈妈了。她累了，她不说她累，她就说腿疼的，说妈妈搬个板凳，她自己就在那等着，就我搬个板凳过去，她歇上一会儿再走路。女儿的乖巧和懂事让张春咪心里暖暖的，尽管她对丈夫有很多怨言，但女儿毕竟是无辜的。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张春咪一边照顾着孩子，一边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。孩子的爸爸突然间失踪了，这一家人呢，彻底慌了神儿。你到哪儿去了？干什么去了？
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为什么一声不吭你就走了？一家人有的是担心啊，有的是生气。就这样过了四天之后，电话铃突然响了，电话那头就是胖丫的爸爸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现在啊已经在千里之外，到了天津去打工赚钱了。这么一聊才知道，胖丫的爸爸觉得孩子看病需要钱，可是我自己现在又没这个能力，所以干脆一咬牙一跺脚，背井离乡到外边打工。等我打工挣了钱，我一定得回来给孩子看病，一定得搞清楚这胖丫这么胖的原因，可不能让他再这么胖下去了。丈夫的电话驱散了压在张春咪心头的那片乌云，她意识到丈夫是爱孩子的，也是珍惜他们这个小家庭的，张春咪不再感到孤独了。他爸爸也是心疼孩子，他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说他到那干活了嘛，就是正到就是说找到工作了，那时候心里头就感到就是很高兴，说他在外面平平安安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孩子也不容易，我觉得是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有这一个小胖丫，我觉得儿子也挺难的。不是我说，要是不是他需要治疗或者是干啥，他爸爸也不会离家出走去赚钱。我觉得全是，反正是不管他去哪里，我觉得他还是放心不下他的小朋友。谅解了丈夫的张春咪和公公婆婆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出孩子肥胖的原因。2010年3月份，当地媒体对胖丫的故事进行了报道，运城市急救中心红十字会医院在了解了胖丫一家的困难后，表示愿意无偿地帮助胖丫做一个全面检查，查出肥胖的真正原因。在得知女儿即将进行检查的消息后，樊瑞晓也特地请假从天津赶回了老家，亲人终于团聚在一起，胖丫的病也有了希望。胖丫全家很是感谢这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们。一手之情，当涌泉相报。一个人关注他的人，我都觉得心过意不去。就真的是，他虽然还小，他什么还不懂事，但是你们在一起，我会让胖丫一辈子记得。在红十字会医院里，医生首先对胖丫进行了体检。医生发现胖丫不仅体重超出了正常孩子的3倍多，身高也和正常的2岁孩子有明显的差别。胖丫现在的身高是101厘米，已经达到了5岁女孩的平均水平。没有见过这么胖的小孩，就是说可以说我见过的就是最胖的小孩。在与胖丫的沟通中，医生发现胖丫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识别能力比其他同龄孩子要强很多，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好事，但一丝担忧却在医生宁泽的脑中闪过。胖丫长胖的速度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，难道是他的脑垂体出现了问题？脑垂体位于丘脑下部的腹侧，为一个卵圆形小体，是身体内最复杂的内分泌腺，它所分泌的生长激素与身体骨骼和软组织生长密切相关。曾经轰动全国的世界第一女巨人姚德芬，就是因为垂体上的一个瘤导致生长激素分泌过剩而不断疯长。现在的小胖丫才2岁，身高却达到了5岁孩子的平均身高，智商似乎也稍高于其他孩子。难道胖丫的脑垂体和姚德芬一样长了一个瘤？这个疑问让张春咪全家人的心都悬了起来。女儿真的会这么不幸吗？现在就是担心她说话就是说话，这就是谁高都比其他孩子发育的好。医生随后对胖丫的脑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，张春咪全家焦急地等待着结果。终于胖丫的各项体征检查结果都出来了，医生确定胖丫的脑部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
除了因肥胖导致的高血压、甘油三酯高等症状外，胖丫一切正常。这个结论让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是，那到底是什么导致胖丫如此肥胖呢？因为现在做了那个像套路核磁呀、CT 呀，还有一些激素的化验，像包括心腺激素呀、胰岛素呀，还有甲状腺激素、皮质醇的这些化验以后呢，都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啊，所以现在目前考虑呢，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单重性肥胖。通过对胖丫全面而系统的检查，医生排除了对他脑垂体病变、胰岛素瘤等的怀疑。经过综合分析，医生觉得小胖丫患上的可能是单纯性肥胖。单纯性肥胖病因不明，可能与患者的年龄、遗传、生活习惯及脂肪组织特征有关。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，胖丫现在的体重很有可能就是他不科学的饮食习惯造成的。就是由于从小饮食比较多，吃的比较多，吃的都是高热量和淀粉类的食物，引起的一个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。医生告诉胖丫一家，因为胖丫年龄还小，不适宜一些药物减肥，所以建议家人严格控制胖丫的饮食，少吃高热量食物，多吃水果蔬菜等低热量食物。医生的一席话让张春咪全家都很触动，原来就是因为他们不忍心和娇惯纵容，让小胖丫形成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导致孩子出现问题。现在全家人下定决心，为了孩子的健康和未来，他们得多学习育儿知识，绝不会再盲目的养孩子了。目前咱们小胖丫的体重基本上被控制住了，不再增长了。可是呢，这个宁泽医生告诉我们，因为当地的医院医疗条件也不能给小胖丫做更多的检查，所以现在只能推断说他是这个单纯性的肥胖。宁泽医生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有些专家呢来关心小胖丫，帮他做一些检查，比如说做这个基因的筛查，看看是不是由于遗传的原因啊或者其他的疾病造成的这种肥胖。所以我们在这儿拜托大家了，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信息，或者您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您赶快跟我们的栏目来联系，传递您的爱心，咱们解决小胖丫的烦恼。我们在这儿谢谢您了。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其他的节目，再会。一个小动作也能引发钻心的疼痛，一些小习惯也会诱发肩痛的烦恼。酸麻胀痛，你是否也在经受肩膀不适的困扰？衣食住行，谁又会是隐藏在肩痛背后的隐患？健康之路邀请运动医学专家带您探寻原因，拒绝肩痛，敬请收看。